今天上午在位于法拉盛的 Queen's Cross Building 举行了一场祈祷法会，特别恭请旧金山华藏寺的高僧、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龙慧法师主法，祈求免灾难、求福报，祝愿国泰民安。据悉明天星期天上午9:30还有另一场法会。阿弥陀佛啊！今天呢是应我们在纽约的这个菩提基金会还有政教中心，还有政法经社跟姚章这个他们这个会馆呢，都是师兄弟，他们有感于近年来的天灾人祸的频繁，也觉得纽约大地区呢，为所有的有缘的些信众呢，希望能够起建一场法会。那基于也这个缘起，所以华藏寺由我龙慧呢带了我们12位我们的副住持以及所有的僧众来到这里。当然不讳言，一场法会是我们所有的僧众其中我们的心力，我们的诚心，祈求诸佛菩萨的一个菩萨的来加持于大众。但是我想在这里呢，更重要的一点，大家要真正学到呢真正的佛法，那么在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上，真正的在修行，我想这个呢，这场法会是一个播种把一个这个学佛修行的种子播下去，而大家有这个因缘能够来
借参加法会而想要学习佛法，我想这样子呢，真的对他才产生很大的一个受用跟意义。阿弥陀佛。